大家好啊，始动啊，始动又开始这个高潮了啊，认为自己啊，是不是可以推荐所有人呢，都成为大 V 了，可以啊，觉得自己影响力上来了。始动啊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物极必反啊，福祸相依。当你发现自己到达顶峰的时候啊，离下坡就不远了啊，慢慢啊，咱慢慢看吧。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做好准备啊，迎接你的将是各种坎坷了，因为你已经登上人生的巅峰了嘛，后面就是各种坎坷了嘛，你要走下坡了啊，别摔着，让媳妇儿搀住你啊，千万要听媳妇儿话，这要是一撒手，啪，始动咣啷咣啷咣啷滚下山坡，是不是？再整个半身不遂，是不是？一定要小心始动，现在是你最小心应该小心的时候。人到达顶峰的时候就该最小心了，你现在不 number one 了吗？啊，今天讲讲始动啊，这个里边讲了一些有意思人啊，看了始动视频挺有意思啊，讲什么呢？讲中央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呐，啊，到了国外要变成左派啊，变右派是吧？要便捷，跟始动也说，哎呀，我要到了这个海外，我就得开始骂共产党了，批评体制了。这个话呀，我觉得很多人啊，这个以为这个是不是始终了不起，是不是？那个大 V 啊，公知都被他忽悠瘸了，都跟他走了。其实啊，我觉得这样说明始终比较坏。这个人啊，他为啥说这种信息呢？你第一点给老百姓什么想法？这个中央台主持人都是些什么人？你可以想想。很多人说了，要么正义啊，要么是不正义呗。咱先说不是是不是正义的啊，最起码啊，这个人呢是两面三刀的。你可以这么想啊，中央电视台主持人，他现在为啥？他说啊，我到国外，哎，我就变成什么骂共产党了；我在国内，我就不能骂了，是不是？这始动这个意思啊，其实是啊，本来是想说一说啊，想给自己脸上贴金，说你看我在国外是不是？我能说随便说，你们这帮是吧？国内的这些人啊。也要跟着我一块儿啊，想说啥也得说啥，是吧？这多自由啊，制度啊！实际上，他把这些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啊，从头骂到尾，骂了一遍。他为啥要骂呀？很多人听不明白吧？你想，如果一个是一个啊，这内心世界是一个善良的、正直的人，那他到哪儿，他要都要说自己心里话呀，要都要做自己是不是认为正确的事。但是你看，他说中央电视台主持人，著名的还是，跟始终说啥啊？我现在在国内，我只能往这边说。我到了国外，我就想骂一骂共产党，批评体制了。这种人是什么人呢？这种人是屁股决定嘴呀，是不是屁股决定嘴？他今天在中国国内，是不是说着一些违心话？我想骂不能骂，说违心话吧。到了国外。他以为是不是我到了国外我就可以骂了？你错了，你这种人到了国外你骂也可能是违心话。那逻辑上说，你这种人在国内只要说谎一次，到国外保不齐也是说谎。那你说这种人和始动还把他划到一起，说我们都是同类，那你说始动是什么人呢？是不是也是那种人呢？在国内不敢说这个，不敢说那个，也是干了很多坏事。到了国外呢？说我可劲儿可以骂共产党，你骂吗？你那是骂吗？你自己也在编谎吗？就是你在国内也撒谎，在国外也撒谎。你国外撒谎理由是我在国内撒谎了，所以我要到国，啊，撒谎了，夸共产党了，所以我到国外来骂共产党，把我这谎是不是再圆回来？实际也是在撒谎，就是始动和这个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呢，一直在撒谎，一直在欺骗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。就这种人不可信啊！你看，我看他视频，我得出个结论：像始动和这个中央电视台这个主持人，他不可信呐、啊。这种人，就是这种人，一旦啊骗过一回，在国内只要骗过一回，自己讲的嘛不能讲，在国内能讲那真话吗？是不是？那不就是撒谎吗？不讲真话不就撒谎？在国内只要你撒谎，到国外你以为他说谎，说真话吗？还是撒谎？能听懂了吧？所以啊，始动既然举这个中央台主持人的例子啊，我就基本确定了，始动和这些人都是一丘之貉，没有啥好人坏人啊。
所以有时候你看从国内跑出去帮人可劲儿骂共产党的，你自己也想想啊，他国内到底是怎么干的，到国外怎么干，是不是？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人什么自己的品德了。这人只要没有品德啊，骗一次以后会骗一辈子。所以啊，你从史栋最近的一些视频呢、啊、还有他这些想法，你可以看出来了，投机取巧的小人就是一帮小人啊，扎成一堆，为了埋汰共产党扎成一堆，不管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啊。我觉得对付史栋是那谁行啊，那个周周侃可以啊，那周周侃我觉得可以对付史栋。为啥呢？周周侃不是一般人啊，周周侃是有理想啊，不和那个什么，不和那只猫同流合污的，是不是？周周侃不跟猫同流合污啊，这猫啊狗啊多多呀，周周侃知道那个太脏了，有辱我，是不是？有辱斯文呐，我不能跟猫同流合污，那只猫啊，那只老母猫，是不是？你看那吃的。Great again， 我的妈呀 ，Great， 那吃的两个膀子圆呐，不埋汰了，埋汰猫没啥意思。周周侃厉害呀，周周侃是有理想的，是不是？周周侃，你是有理想的，你是有你是希望啊，希望中国民主自由的。周周侃啊，跟史栋最大不同啊，就是周周侃不愿意什么说假话，同流合污。咱先不说周周侃说的对错，他可能世界观的问题啊，世界观没有那么大啊，世界观也没有那么怎么说呢，开放，所以他呀、啊、认为这个非黑即白的世界啊，他要追求真理。但是我觉得周周侃是真相信他自己那个真理，那个自由啊民主的，他有一点信仰嘛，是不是？你看看史栋，再看看他中央台主持人，完全没有信仰。在国内骗，到国外还是骗，骗来骗去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信仰什么东西。所以就是史栋和周周侃的区别。所以周周侃啊，我觉得稍微比史栋还能高一个层级，至少他有自己的信仰，那这一点我是尊重的，是不是？他说的内容对错咱先不说，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世界观，看到同一件事得出的结论也不同，那双方可以，是吧？可以交流。但如果你跟个骗子，跟个谎言制造者，是不是、啊、谣言制造者，你跟他讲任何东西，你都会发现徒劳的，没有用。为啥？他知道这是谎言，他还要说，目的不言而喻，所以你跟他没法交流，也没法说。这种人最后啊，我觉得就是遗臭万年就完了，大家会当个笑话一样把他。所以今天我就点评完了，我看史栋视频啊，大概就得出这么个结论，终结史栋的就是周周侃。